现在24小时都可以办理身份证续期。年满18岁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持有人，身份证有效期少于6个月或已逾期，就可以自助办理身份证了。首先选择办理智能身份证续期，可以用身份证或电子身份读取资料，按指示采集指纹。新证件的相片可以选择一互通证件照或现场拍摄。如选择一互通的相片，设定我的照片证件照的分享码，扫描二维码，输入分享码。亦需要拍摄现场相片作保存。本次发证日未满25岁的人士需量度身高。输入资料，核对资料，签名，选择领证地点，缴费。可以拍摄领证二维码或列印收据。办理身份证的续期手续就完成了。换证领证新体验，自助服务更方便。